叫你弟弟来给你们送行，你看呢？四凤，你预备上哪儿去？我告诉他们，说我们预备一块儿走。什么四凤？预备跟他一块儿走？现在你明白了？冲儿，你说话呀，你哑巴了？你难道看见自己喜欢的人叫人抢去，一点都不动气？不妈，只要四凤愿意，我没有一句话可说。你带他走吧，只要你好好带他。你不是我的，你不是我的儿子。你简直是个傻子！哼，我要是你，我就打了他，烧了他，杀了他！你不是我的，你不是我的儿子，你没有一点男子气。是冲弟弟的母亲吗？你这样说话！你说出来呀、啊，你说出来，我不怕。你不要以为我是你母亲，我不是的，我不是。你的母亲早死了，被你父亲压死了，闷死了。我不是你的母亲，我是见到了你又活了的女人，她也是一个要男人真正爱她，要真正活着的女人。又说疯话了。胡说，我没有疯，我这是没有疯。你们不要以为我说胡话，我忍了多少年了，在这个地监狱式的周公馆，我陪着一个阎王18年了，但我的心并没有死，是你要了我的整个人，是你。平儿，过来。你的母
亲并没有死，他还在这个世上。